大家好，我是熊熊熊，今天要来挑战小轮回，然后打算用龙队过。对，其实这队是可以过的啊，然后这几天都在手残，第一天死在网，然后接下来两天都死在反盾，不小心就帮他压血了。那希望今天可以过咯。一开始没什么压力啊，对，就尽量快点把 CD 洗起来吧。洗起来后面才打比较快。然后小心，不要不小心被毒死就好。应该是正常是不会啦，因为有攻击就会补血了。可是要记得血不要低于50%，因为水龙石最多只能补50%。技能跳了就开了喽。好，再来就可以打快了。旁边吸第一，先这样子，不然帮他压血就好笑了。哦，两个同吸第一，我会怕，小爸爸好了。再来，这关也可以洗洗地，没关系。对，这段先把水龙石洗起来。啊，神天降啊！啊！这一关，如果你忘记哪一颗是暗符石的话，就当无色转就好了。没关系，也可以慢慢洗洗第一这关。
都没说话，好像有点安静。对，因为我也不知道说什么。吸第一，不要打太痛，这样子。主管如果怕的话，可以开水龙石，没关系。应该是够吧。这里慢慢打就好了，毕竟要低于40%嘛。一开始打快是没关系的。40%的位置大概在那个这里，水一界中间那边。水一界那个水浮石的图案上去刚好是30%。大概49%，正中间是50%嘛，不要打太痛了，要开始打轻一点，这样快40%还没，这样子，好了，这样一定有低于40%了，就可以大力转了哦。怎么突然骷髅头了？13关，召唤小怪，这关是拿来洗 CD 用的。如果刚刚有开机的话，可以在这边洗 CD， 因为旁边的怪血很少。然后中间的血也不多，打多少是忘记了，反正不要被打到就对了。第一条血，隐身盾，就看安逸界咯，然后就大力转。这里开水龙石爆发，对，希望我不要再手残。是这边是2次，要想一下，还是什么都不要想呢？还是想一下好了。好，哇，又天降一组暗狗的啦。15关，腐蚀风化，就小心转就好了。哇，死掉啦！水龙石在只会开王冠而已。记得这关啊，因为是趴盾嘛，你只能打25%的血。代表你攻击再怎么高也不会很高，达到一个数字就会缩小，所以你的血不会很多，1200而已，应该是这样。所以这里一定要开毒龙的技能，因为他这一下会打得很痛。
不要开没关系，你就记得打死他之前，强化猪做出来，强化猪。对，这里马上就是骷髅头。如果你会怕，就保险开毒龙。啊，虽然有攻击就会补血了，所以不补也没关系。这里我就先不补了，但是记得一定要消强化猪，不然一定会死。对，这样子。再来有三回合让你慢慢打。强化猪尽量场上保留两颗以上，不然你看像刚刚沈天将。哎呦！我吓死了。17关，回复减半，其实没什么差了。反正毒龙版就没回复了。然后这里有一个技巧，就是觉得要打死他的时候，要快点开龙克。等一下就知道了。好，这里把它秒掉。开龙客，把场面留活猪下来。越多越好。15颗而已，不太够。16颗，12345678910111213141415，不太够。少4颗，转不太够。想一下，这样只能做1234567891011213141516颗，只能对，暗眼只能关掉了，不得已的，刚刚没装好，没关系，还是先开下去。因为反正还有毒龙可以补血，一开始是水，他不会打你，可是要准备扩散了。对，暗珠很少，刚刚没滤好，这应该跳不起来了。没关系，一下就拼看看了。还是再滤一下暗珠好了，这一关先放弃，没关系。
这样子，两回合爆发。还有一回合，五颗暗珠，拼了啦！木，没关系，木再来就是光，所以。不用怕，再来他会转属嘛？留暗珠，留暗珠，先把星珠消掉，不然就开龙克绿暗珠也可以。这里就开龙克了哦，我刚刚的暗珠没转到，顺便绿那个暗珠出来，分数不高没关系。就这样，不关喽，太惊险了。那个刚刚龙克整片火没用好，如果用得好的话，就不会打那么辛苦了。毕竟暗影关掉了，对，好了，通关了。哦，第四天终于，太慢了。分享一下，好，就这样子咯。如果要改队的话，其实把这只换水龙石。这样子也可以过，我知道有人这队有过，也给各位参考。应该是还是暗龙石吧。对，你要火一剑，你要配水龙石，这样子也可以过。对，好，就到这里了，谢谢收看。